中山西区中山的第一间五星级酒店就坐落如此，它的名字叫富华酒店。1986年开业，而今呢已经停止营业，成为了35年的旧建筑物。当初代表西区的最繁华的地段富华道，现在两侧大部分都是旧楼。啱先嘅系以前嘅西区啫，我哋依家去睇下而家嘅西区。依家嘅西區有兩大百億工程喺度影響緊整個西區啊！一有馬山舊改華潤萬象城，二有華僑城歡樂海岸。西區嘅商業配套如何呢？西區有三大商圈輻射：一興中廣場，二大順新都會，三天悦城。咁之後咧，仲有華潤萬象城商圈啊，僑城嘅歡樂海岸旅商圈。醫療配套咧有64年醫療經驗嘅中醫院喺中山排名前三名。教育配套咧，整個西區有13個小學、8個公辦、5個民辦，仲有依家起緊嘅新高中。喂，西區你唔好升得太快好唔好？慢啲，再慢啲啊！等我赚到钱，我都去买翻嚟啊！喂，胆兄，依家成个西区有6个项目备案价过咗20000咯、哦。等等，我有事，我依家去搵我阿爸阿妈先。喂，老豆啊，我哋屋企仲有几多家底啊？